天又从五楼跑到二楼这里来检查，做个台阶嘛。对。这里走来走去都不知道从哪里走了。慢慢就在这里面了。到了到了。就检查完了，做完了，是啊，一切正常。走走走走走走，在这里走来走去，我都不知道路了，还是跟着你吧。不就这么简单吗？送你上去，我去打饭了。好嘞。哎呦呦，又是一天。一天还没过。对呀、啊。慢点走，不要急呀、啊，慢慢走。你难得过我这容易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他送早点给你说，你就问他中午饭可以点不到，就明天还送。那是电话低了嘛？我蛮好，我不管人的。我那个朋友，我昨天就看那个朋友，他在女儿开，在女儿家一天养了好多只，哦，他就不在女儿去了。那人他家里有他家了嘛，是不是了？你这个到底值银的多吧？他去个买车，没有也不要人家的，那他也不好。我在老人家，我背着喊他，我在你那家叫声笔记，你买车，人家你不要人家的，你也看人家的，你讲人家的不好，你高不高兴？我讲他也不回我了。我的话讲的对啊，你不要人家的就莫看人家的事啊，你看了人家就莫叫人家的，你不要算了嘛。看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你也听不到。我那个邻居还蛮好，一天天来喊我，喊我我也没听到。哦，我在嘛，哦，其实我在屋里答应他听不到，他又走了。他屋里吃饭呢，他媳妇在外头买车，他屋里吃饭，他那不给他留车。他单位喜欢聊，还是听。可以。谢谢我的。哦、海啸笑九十多岁了还笑啊！那我才七十八岁，我怎么的又是挺大又是挺凶，没有，只要开心就好啊！那听不到了，快回答！我连着你的不得嘞，没电电，没什么听得到。我讲话那么大的声音，你还听不到？你看我媳妇讲话好我真的我的，还没有。我讲你小声点啊，人家以为你饿。没有真。讲点讲点，我过去30多年了，没挣过半句。好吗？我的女婿也是要我没挣过半句，还不好。我的女婿就是喊我老母亲来打扮，喊我老母亲了。那还不行。哦，喊老母亲，母亲的嘛，喊妈的喊母亲呢。结果现在不一样了。也有喊妈，也喊母亲的。嗯。我的女婿都对我蛮好的。蛮好。我不分亲，我都是一样的，女儿好，媳妇好，这样好，都是分不分亲，是不是啦？现在男女不一样的啊，都是一样的。奶奶，你有个女的喜欢女，不喜欢女婿，那他两个人有什么好的？那也是一样嘛，是不是啦？反正买菜也是一样的，这个媳妇也是一样的。老人家嘞也有会做人。哦。老人会做人，媳妇有什么事，小家的，我就讲。
我的媳妇有钱，她不是不生的有钱乱演的。我的女儿是真的，你不嫁着她，怎么赚得钱？我不嫁，她赚的钱由她用，她也没用到我的，是不是了？用到我的，我嫁着差不多了；没用到我的，你怎么变成嫁了？这个难掉得很。大家去反驳一点嘞。所以我怎么嫁的？那好，那我们讲他，他又晓得。我是个导游啊，他，我的工资呢，我的吃，我没什么喊他拿钱出来的，我听他拿的，我有钱人呢，我就跟他也一起吃啊，云南就这样子。那好，我每个月我有四千块的工资钱的，退休啊，我还在那哥哥给钱给我了，女儿为什么哥哥给钱给我？所以我没比我媳妇的钱的。干了这20多年，干了那我年龄大，年龄大加起来，活到100多岁就更多。我那个是要疼的呀，像我昨天那个疼不得的，活到100多岁了。像你现在这几天好了，可以活到100多岁。要疼的。那现在90几了。他91岁啊，那不是讲91了，也还可以哦。我说不是，我说19岁也可以，大一点不是19，对呀，是吧？90几岁了还可以走很。我不讲了，身体好。大一点不是19，91了。可以。别讲话了，还是外头。我孙女子身体蛮好，孙女，还有我的外甥来自哥哥都蛮能干的，可以啊，都蛮能干，都有，还有房子朋友过来的，他们帮干过，哈哈哈哈，经济好我没得困难的，但是病倒了没得花了，大家觉得我不吃饭，我媳妇总不交什么的，总是朋友吃了挺大的能搞的，他不交的，他会让你开心就好了，他会做人，我也会做人。那就好了。我来打麦的，今朝他好，没你哥叫打麦的没得。活到100多岁，哦，就孙女啊，又要跟他从长孙个。长孙我长孙不，不高兴的啦，明明就是读大学了。那还不好。今年8级了，考过一个了。那还好嘛。今年他把我办9，我不会办。